都抽到那维莱特了吗？原石又有没有告急呢？不过老米啊可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 4.2 一年一度的神之卡池也是被推测的差不多了。首先官方公布的水神弗宁娜还有夏洛蒂肯定是没跑了。水神作为新角色肯定在上半，夏洛蒂不出意外是四星角色，那新的四星以老米的尿性肯定是放在下半跟复刻角色一起的。那么剩下三名复刻名额，至少上半这名就很有意思了。首先不知不觉那个被人遗忘的角色又悄悄登上了未复刻第一名，不过因为封单后面会出延系，指不定能重振延系荣光，所以俩延系可能都还要往后等等啊。白竹作为须弥大版本里唯一没复刻到的角色，他的可能性可以说是非常大了，但这只是其一啊。还有第二点，就是水神的技能已经有爆料了，是伤血加伤的，这就让白竹跟他有很大的适配性。此外还有第三点啊，就是白竹这个武器呢大家都懂的吧，把他跟水神的专武放一起啊，你就说刺激不刺激吧。这不是刚上过苹果发布会吗？刀法上米哈游肯定也是要学习一下的，是吧？ Only Apple can do。 所以综上所述呢，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。然后下半根据时间来看，小舅子是差不多了。这里还要考虑到一点啊，就是老玩家可能都没意识到武神排队的阶段已经悄无声息的开始了，毕竟很多人已经不需要再抽神了，所以雷神大概率是在 4.3 外加 4.3 元旦了，正好日本新年搞个到期版本非常契合。消的话一般海灯节，那第四个位置给赛诺是比较合适的，不过最终还是要以官方为准啊。 4.4 不出意外应该会有草神。还有一个爆料就是说啊，仆人大概率会在封单后期4.6左右进卡池，那这样是不是说明仆人不算是一个太坏的角色，毕竟之前还跟他的手下交上了朋友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关于后续卡池的消息了，大家规划好原石，祝点赞的都能十连双黄哦。哎，我真的是好久没见过双黄了呀。